我的父母亲在我小时候都是在演潮州戏的，所以小时候就常跑戏班。戏班就好像有点像游牧民族啊，通常我们都会到一个地区表演，然后当然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当然还是会回家。然后小时候就交了很多朋友，因为这是阿姨的儿子啦、女儿啊等等，我们都是玩在一块。我父亲在我大概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吸白粉，一点那么短啊的白粉，当时就20块新币，也挺贵的。妈妈跟爸爸每天在戏班里演一出戏，可能大概20-30块，每个人一场，所以这样一大半的那个所谓的薪水就没了，就没办法吸毒。爸爸妈妈跟妈妈就开始越吵越凶，爸爸又脾气暴躁，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避开我父亲。由于父母忙碌的工作，主恩身为家中的老大，自小就背负起照顾家中其他三个弟妹的责任。随着年龄的增长，主恩渐渐地发现了自己和其他同龄孩子的不同。小时候就很自卑，那别人有的东西我没有。我记得我在小四的时候，因为我爸坐牢，我需要去看我父亲，那就旷课嘛。那老师就在上课的时候问：“哎，你干嘛没有来上课啊？”那我是小老师，跟我老师说：“哎，老师，我因为去监狱看我爸。”他就很大声：“哦，你是去监狱看你老爸？”我突然间抬不起头，因为全班同学知道我爸吸毒。父亲吸毒之后，大不久，我爸就抓去坐牢嘛。那就妈妈一个人把我跟我妹妹带大。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突然间父亲不在了，那家庭经济就开始陷入一个状况。我母亲也有跟过高利贷借过钱，然后在借钱的过程里面，高利贷来敲门啦、打我母亲啦等等之类的。所以为什么后续我决定说我一定要做警察？1990年，主恩加入新加坡警察部队担任刑警，期间主恩曾两度经历生死关头。他知道那必定是他小时候认识的那位上帝保全了他的性命。到我后续信了主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生命有一个神是爱我的，所以我那时的观念就开始变了。我信了主之后，其实对我的生命是来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可以有未来，我是可以看前面的。虽然主恩知道上帝爱他，也必定爱他的家人，甚至后来选择加入警察部队，也是希望可以改变父亲，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主恩所盼望的那样马上发生变化。我弟打电话来，我当时我弟弟还在我家，在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他说爸又带人来家里了，又开始吸毒了，还吸毒喝酒，带那些朋友来这边。我就很气，我常跟他讲说，如果你要吸毒，你又不知道，我没话说。但是你今天又把人带到家里来，在弟弟妹妹面前吸白粉，这是不对的。Police，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所以这次我就真的报警了，我打警察，然后我在家楼下等，然后警察到的时候我就去开门，他还是在警察局那边的那个拘留所里面一个房间，那我去看他，我说对不起，我需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不对，而且你这样做你在伤害自己，我去解释给他听了。之前主恩是警察嘛，所以是他就是说叫他的警察朋友们啦来逮捕他的爸爸。因为主恩又很在乎他妈妈，他觉得爸爸一直进出这样，最辛苦的人还是他妈妈。他爸爸就说出来啊，我一定要打他什么，我就打，哎呀你打他这边都是肉，这边都是肉两边，我说你打他那怎么样我都心痛，他打到你那里我都心痛。 He couldn't bear to see his father have this drug habit so much so thatHe had to do something which I don't think any ordinary son, regular son would do, and that was to have him reported. It was a tough decision to make, and I remember Matthew breaking down. 其实我离开警界，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跟我父亲有大关系，因为在周间在做警察到那期间，因为抓过我父亲的关系，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就越来越僵，
我曾经想过说，如果不做警察，可能会用爱来感动。其实我做警察那几年，我发现到说，用惩罚根本是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其实当你把恐惧放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个人会反抗，那个人会叛逆，那个人会更开始的去偷偷去做。从圣经我知道说我需要用爱，所以我想说那我学习用爱咯。所以我离开警界是希望能够从另外一个心态，不要再用警察的那个职分来跟我爸那个关系。从人渴慕期待永不窒息，所以我一直在寻求机会让我跟我爸的关系能够进步。我在寻求机会说用爱来改变我爸。1996年，为了学习用爱来改变父亲，主恩离开了警察部队。然而这个时候，他面临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考验。尤其在我们教会有一个细胞小组大会的时候，我们牧师就请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音乐人，最有名的音乐人就决定在新加坡，开创一个音乐机构。然后就挑战我去全职。那直到后续开始出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跟银行贷款。那当时在跟银行贷款的过程里面，他是建议我说用我自己的名字去贷款。当我这机构这个领袖出事之后，或者不见人之后呢，我当然很惊讶说，突然间我变成银行来追的一个对象。那个银行的债务大概有7万。那当时就用了这样将近7年慢慢的还，把这笔债给还掉。就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主恩就必须打3份工哎，当时当然很辛苦。So for the 8 months without pay, we really advised him to just close the business. Of course, Matt really viewed it as a ministry. He was really reluctant to do so because he felt that this was what God has asked him to do. The dispute has brought him into more troubles financially.As well as take up a lot of his time trying to resolve and to get out of this situation. 其实我觉得我对我家庭比较是一个内疚的心态。我觉得是我因为我的错误的决定。可是我觉得我很感恩的是我的太太跟我女儿。我的太太从来没有怪过我。她从来没有怪过我。而且她一直以来都很支持我。我女儿到现在都很贴心的，每次我要买东西，要甚至我出国服侍，有些我那时候买一些东西给她，她第一句话问会不会贵，所以我很感恩我的两个女儿不会坚持要买新或者好的玩具，或者要一定要的东西。在后续我才明白到说，其实，当我的领袖伤害我的时候，我对他的苦读最大的捆绑、最大的受伤的人，其实是我自己。因为当我继续苦读下去的时候，被锁起来那个人是我，是我自己辛苦，是我自己痛苦，是我自己的生命出状况。那我后续决定继续服侍下去的时候，没有稳定的薪水的时候，我太太说，只要这是神给你护照，我们一起撑下去。结果主恩用7年的时间还清了所有债务，并以个人的名义创办了颂声音乐，决定继续在福音音乐的道路上侍奉上帝，和决心以爱来服侍他的家人。直到2006年的一个晚上，在新西兰侍奉的主恩接到了从家里打来的一通电话。有天晚上我接到我太太来打来的电话，我很惊讶，我太太怎么会那么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太太就第一句话说，爸过世了。接到那个消息说我的father-in-law commit suicide， 然后我就赶到我家婆住的地方，然后我就做生意回来，一开门，哇，看到这样我又怕。但是我很惊讶，我说怎么会过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太太跟我说，我的父亲在家里吸煤自杀。所以当我在我爸过世那一天的时候，我突然间才发现到说，原来我好像没有机会了，我没有机会能够去 reach out， 去接触他，去改变他。
我爸在他过世之前曾经在我妈的怀里哭过，哭过说他很恨我。当我知道那件事情之后，我应该说是马上跌入醉深谷，我也跌入忧郁。我当时才发现，突然间觉得说我双手沾满了我爸的血。我觉得说原来我爸自杀跟我有很大关系，我爸是因为恨我，我爸是因为恨我而他决定自杀的。我记得有天晚上我睡不着，刚好下大雨，我睡不着，我就开车出门。我当时开得很快，我还放手，我说死了算了，我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呼吸，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真的觉得我不配被饶恕。阳光透过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我记得他跟我谈到爸爸他，我觉得是一种爱恨的关系吧，因为在心中是个爸爸，他知道他需要敬重，他需要爱爸爸，可是爸爸的所作所为又不能够好好的尽一个爸爸的本分，所以我觉得他跟爸的关系是未必是这么好，可是并不等于他不爱他的爸爸。我觉得唯一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的father-in-law 坐在那边吃饭，然后就我们就刚好就去到他们的家，他已经开始吃饭，然后进去他就叫主人吃饭那一刻。哭在我妈怀里的那个事情之后，我又刚好就到了纽西兰。我当时就觉得我需要这离开，这要就是想找一个地方让我能够休息一段期间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好朋友去吃饭，也是一个服侍人童工，我就跟他分享说我当时整个属灵状况，我的生命状况。然后这位朋友讲了一句话说，那主任我发现当你在台上服侍在敬拜的时候，我看到是神的荣耀，当你这几年在生命的低谷的时候，我每次看到都是神的同在。那天跟这朋友聊完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神一直没有审判我，一直没有定我的罪，在我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选择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不只是要我们学习饶恕他人，其实主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学习原谅自己。无论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无论我们曾经做错了什么事，上帝因着他自己的慈爱和恩典原谅了我们，让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性命的代价，使我们不再被罪挟制，而能得享自由和平安。经过事情的发生，而且生命的改变，我觉得主恩现在的生命是越来越成熟，他也能够明白这整个呢生命的过程不是这么快，不是这样快速，而且是一个生命被塑造，那是个过程。我觉得他的耐性也更好。What I see now that's getting clearer and clearer is that God is way above us in thought, right? And so he was not just trying to resolve one company.He wanted to remove our blockages so that Matt could receive more from him. What I see God trying to do is give Matt a better life. 在诸多考验和波折之下，主恩因着上帝的恩典得以继续追逐梦想，在2012年发行了第四张福音专辑《爱你的心》。接下来，主恩还将会继续带领他的音乐敬拜团队
到不同的国家服侍当地的教会，并且也将继续落实上帝对颂宣音乐的呼召，为华人教会及华人敬拜赞美音乐搭起连接的桥梁，积极地给人带来盼望，将福音传开。